我先用20000来玩变身制作硬币，蜘蛛酒是我算过那个几率就是亏啦，这样讲比较快，我自己也知道，只是玩给你看而已啦。后面只要按钮一按下去哦，它按钮按下去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这几率有问题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哦，你们自己看哦。我刚刚连续报几次哦，你们自己看哦，看好了哦。哦，老老了。我们今天要来帮牛人伺服器的从来都不是我和子变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哦，天上骑士有三只，我们先制作第四只天上骑士，一波 seven 刷过去啊，哦啦哦啦哦啦的 KO， 哎，这个是暖身而已，哎，四天上骑士哦，会不会少一个红？等一下，问题问得很好。有啦，原本就有天上了，吓我一跳。看，好啦，那我们先帮他开箱好了。好，如果觉得这一台不错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百姓挑战高桥名人16连击手速的消息。不会全部都空气箱吧？难道是祭品箱啊？哎，拍成阿比塞金箍哦，桃毛靴怪软软，魔力短剑，敏捷长靴，热香。我们今天这一趴会非常快的就结束哦。伺服器限定5张布，只有0张哦，没有人做出来过。他说变身卡合一盒没有差哎，好，我先合变身卡好了。好，我们合蓝变，好不好？一波气刷过去，来喽！各位观众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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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好的，再一次。我猜他是祭品，再祭一波，祭他，没有闪电，很好，有种你就不要给我闪电。哎，我们先合一下这一波，一波气刷过去，我们先弄个红病给他。为什么看起来这么黑？是被就是锁定 IP， 我想应该是对，所以敢给我冲的人，基本上勇气大概是99.9999999%。来吧，各位观众，到底我们今晚。牛人伺服器会不会出现第二张红变呢？哦，老老了，这是祭品，这应该是祭品。我衣服是黑色的，好，来，等我啊，不要走。有人对衣服有点意见，没关系，我喜欢有意见的人。啊，这样可以了啊、哦，这样没意见了吧？可以改穿粉红猪小妹妈波浪服，波浪服。不行啊，他要紫色，你给他红色的。如果抽红变的话，可以啦，好不好？内裤靠北啊，内裤看不到啦。来啦，四天上骑士哦，确定？我懂。哇，等一下世界瓶应该会跳4次出来。现在爆装吧，嘣啊，嘣，终于爆了、哦。来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又爆！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再来，嘣 ，OK， 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连续4天上、欸，哎、欸，哎，1、2、3、4，4天上骑士，射百姓满脸。射的我满脸都是，尽量射。哎、欸，干，今天好像不一样哎、欸，再来，哎、欸，今天台子怎么有点软软的？这炸 ，OK， 个炸 ，OK， 来哦，哦了哦了，嘣，谢谢，加七。钢盾，哦吧哦吧哦吧 ，K
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就是好兆头啊！什么住什么住房？哈，呸！白房直上，一波气刷过去啊！各位观众，准备好了吗？平板已经史上最快出来的一次了，哦啦哦啦哦啦！这是祭品，这一定是祭品，一波气刷过去，千万不要停。四天上骑士，准备好了没有，各位观众？支起来，支起来！秋衣，感谢感谢秋衣，来喽！哦啦哦啦哦啦！你好像被红了算了，还好像被给你这个攻守蛤蛤蛤，四天上骑士你干嘛不稳住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啊。四天上骑士你绕了多久你绕了？我不是故意啊。有你们几倍跟火花姐的攻守，他是近战的欸。那个几率我就不解释，大家自己看哦。我先用20000来玩变身制作硬币，我现在是30188，我先用20个哦，做20个，10×9=4，我算过了，那个几率就是亏啦，这样讲比较快，我自己也知道，只是玩给你们看而已啦。那假设每一个我都过四，73个就好，我觉得77个好了啦。来吧，我们先试试看这个好了。我对他是没有抱着很大希望，我先跟各位讲哦。那这就是赌博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它里面的内容就是要让你赌的。好，我们先冲加三好不好？我先金字塔，干，不会吧？干，直接爆欸！不是说好了49%吗？20个你应该留10个下来吧？啊？剩8个，我算一下。哎，我赚了哎！现在这样是赚。我要去哪里换币回来？哦，这个哦，傻奶奶啊！好，马上赚一波，我把箱子开回来。我刚刚的成本是30188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变少了？哎，不，我还有卷轴，我身上还有卷轴，再做二十个。我们今天目标没有把30000做到变40000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来，我们继续冲一次啊！你想要我们鬼哦？10个哦，说好的10个哦，10个哦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又变8个了，又亏了。我总觉得这次爆很多个哎。你看，先给你甜头，这个会爆，然后这个过，有没有看到？打平，现在这样打平，可是卷轴浪费掉了，电刚刚加零的来电是不是？好，我用来电一下，再拿20个来电，这样玩几率看起来会比较好一点的。我说实在话，1、2、3，好，电一个，有没有？赚，来再来，1、2、3，再爆一个，干！干，吓我一跳！再来，1、2、3，再来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再来。想一下，再电，你们懂我意思哦，你们懂那个逻辑哦，爆四冲一哦，看状况，我有时候爆三，有时候爆四的。好，冲这个 ，OK， 再来，再爆一个，碎哦，过，不合理，再爆看看哦，四。五连爆哎，干作弊吧？对啊，5连爆哎，32/32的几率哎，
最好是不要给他偷条机灵哈，不好看哈。一波七刷过去，我要冲加四哦，一波七刷过去。哦，老老的 KO KO KO。OK OK 啦，一切都在我的预期范围内啊。OK OK。再试一次，变身币会被我玩光了。继续啊！一波七刷过去，来喽 ！Go, V, One, 走！哦，老老了 ，K， 再点！哦，老老了 ，K， 哦。哇天你你看这个有点刺激耶，又爆一波七刷过去，等一下我总觉得有点不妙，先点这个当祭品。诶，有没有想骗我？诶，想骗我？哦，老老老一切都在我的预计范围内啊 ！OK OK 啊，几率啊，几率就是这样玩的、啊。再爆一个四，来一波 seven 刷过去。哦，了了了 ，K， 哎、欸，再来，哦，了了了 ，K， 干，这个有问题的，来。点这个就对了，各位观众，这个有问题哦。你们刚刚要连爆几个哦？你们有看到哦？大家要作证哦，几率哦。哦，老老了 ，K。哎，再一次。哦，老老老 ，K。干，这几率有问题啦！这几率有问题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哦，你们自己看哦。我刚刚连续爆几次哦，你们自己看哦，看好了哦。哦，老老了 ，K， 哦，哦，我干死老师！哎，连49%都这么难点的，我真的很好奇，我们以前那加入戒指怎么点出来的？有人说会亏是好，我现在马上换回来，觉得亏的按 A， 觉得赚的按 B， 请投票。已经亏爆了，真假的？超亏啊！爆第二个四的时候就已经亏了，是不是？我再来进一波，来喽！干，这几率怎么那么正常啊？现在几率就那么正常，奇怪了。哎，现在变多少了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变24000嘞！好，没关系，我先换回来再说。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干十赌九输嘛，看好了，眼睛不要眨哦。来吧，再来一次。四连四爆哦，再爆一个，干他不爆。他就给我过单，他啊不按错。好，只剩下加我的一颗，靠！雷公阿小，雷公阿小啊，眼睛不要眨，看好我的妈玩弄几率哦！再爆一个，四来一波七刷过去，不对，我觉得他会再爆一个，哎、欸，过了。老师哎、欸，干一直过，他一直过哎、欸，八颗机会不见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玩一次嘛。赔率0.89是，我看起来大概三分之一啦，我自己看啦，我自己真的感觉上看起来就三分之一的机会过而已。这边很多三了，我觉得这次机会比较大一点。
你看三颗炸一颗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一下，现在25600，现在比刚才多一点点。可是我觉得我基地要再炸下去才可以。来喽！再给我炸一颗，四颗，来，我冲四的，冲三的，哦，爽！再过一个，我觉得还会再过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几率啊，抓一下，抓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算一下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原本是30188了，我全部换掉之后会变31200。知道吗？所以我赚了1012个变身币。那如何让它赚更多？有没有？我们先用2张祭品，有没有？再过一个粘就可以了。玩弄几率的天堂 M 实况主就是在下本人我了。一波气刷过去，我们先让它炸一下，炸一颗，哦，又过了，这样是打平哦。哦，哎，越赚越多了哦。等一下，这个时候很危险，这时候官方在钓你。这时候官方在掉了，这时候官方在掉了，要小心哦，他在掉了。加三一颗是1600，可以包等来，对吧？换1600回来，然后我们再去弄祭品啊！观念很重要，我今天目标是赚10000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我弄了9个祭品出来，包一个。哎呦，这样是赚哦，这样又赚哦。哎呦，不错呢，干越冲越多颗耶，我操，几率啊，几率统计啊。但是我还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，注意听好了，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，十赌九输哦，你要记得我讲这句话哦。你不要看我玩几率好像玩得很爽哦，你永远玩不过哦，他后面只要按钮一按下去哦，他按钮按下去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但你们千万不要学哦。我再讲一次，千万不要学，真的，十赌九输，这真的不要学哦。我是真的是有在算几率，我不是乱点的，我有在算几率。来，再包一个，好，再赌一个加二，好，再赌一个加三，漂亮，这样可以，再换，我再换，应该没有看过有人这样玩哦，17个，如果他几率是正常的话，基本上应该不自己说会亏得很夸张啊，包装成瘾。疯了，各位！再讲一次哦，千万不要学哦。干，怎么越玩越多啊？我操！等一下，我算算看。好，来为各位来示范，我要让今天做完一个完美的 ending。我先跟各位报告哦，我原本是30188，那我现在这边的话，我有1600，这边的话有19200，这边的话有12800，这边的话有6400，所以我现在总共有40000变身币，所以我现在赚了9812，那我目标是赚10000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只差188而已，所以我这张卷轴只要点任何一个过了，我就赚10000哦，别才看不到吧？这三张敢定生死哦，我先点小的，然后爆的话，我再点大的，来喽，各位观众，哦老老的。打平，现在是打平，我就爆了一张又回来又打平，就一样的意思。我们现在只要再点任何一个过了，一样也是赚了10000以上哦，一波七，来喽，各位观众，哦老老的 KO。我不要赌了，我赚了10000耶，那个气刷得很好，很棒，观念很好啊，这么多年来我们被官方玩弄到这个
今天我还不玩弄他一波啊！来跟各位算一下啊，这边十二个啊，十二个是19200，五个的话是16000，这边一个的话是6400，所以我们总共身上等一下可以换到41600变身币，总共赚了11412，一波 7 刷过去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期待这一趴，想看这一趴的一波 7 刷过去啊！我们最后一张，大家都看了最后一张，不点下去怎么会舒服呢？祭品都不用了，一波 7 刷过去啊！今晚精华就是最后这颗6400变身币的加六红光气体的戒指会变成加五会变成加六哦。看一波七刷成这样，我平白金我还不点下去，我就不用换了。一波 7 海底捞月又一冲来咯，一波七哦，各位观众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们给我动力的，让我最后这一冲出了一个加六红光戒指啊！一波三万刷到他们都看不到，我们玩弄官方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最后的总结算，成本是30188，总共赚了17820178，够七八，我喜欢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平白信，我老。